不如我哋試下揀下啲自己嘅答案啦。不如我哋試一次就係。你又問人啊？我答，因為觀眾都想答入獄啊嘛，係嘛？咁我係代表你哋嘅意見啊嘛，係咪？冇錯，咁我哋就揀我係坐過監嘅，好嚟啦。喂，原來可以咁樣望嘅喎，我坐過監嘅。阿實，佢呃人啦，係咪真㗎？嗯，梗係真嘅啦，我唔講大話嘅真男人。嚇？點解啊？點解啊？你做過啲咩事啊？喂喂，一般嚟講咧，應該唔係傾呢啲㗎嘛。明明係你自己講嘅喎，點可以咁樣㗎？嚇？你唔係暗示想我繼續追問嘅咩？呢啲係秘密，我點解坐監唔話得俾你聽？咁你肯定做嗰啲魚嘢啦，例如性騷擾啊，或者偷底褲嗰啲，黐線梗唔係啦。哎呀，但係咁樣嚟講咧，我就應該咧可以放心咁同生先生飲酒啦。我點解啊？因為咧，既然你冇做嘢咧，都唔會嗌啲好貴嘅酒啦，所以咧我就唔使在意啲錢，可以慢慢咧飲個盡興。你真係個奇怪嘅公關小姐喎！一般嚟講，客人嗌多啲酒，應該咧可以提升自己營業額，多啲傭嘅喎，唔係應該開心啲嘅咩？それはそうだけど。咁雖然係冇錯，但係客人咧點多啲酒咧，麻煩都會越多嘅。咩意思啊？唔係好明喎，因為我少去呢啲場所。意思就係話咧，會嗌貴酒嘅人咧就會好多要求，有好多回報。話約收工啊，哇！話一齊去玩啊嗰啲啊，但係有啲仲過分嘅要求噶。原來如此，原來係咁啊。所以咧，有啲小姐遇到呢啲事咧，只能夠用笑容帶過。咁啊，俾客人嗌更貴嘅酒就係啦，真係佩服咧，佢哋唔會覺得心痛啊。但係啊，如果令客人誤會我哋有嗰個意思咧，之後咧又拒絕咧，咪會好麻煩嘅咩？所以咧，一開始咧，我就會令客人咧講明啊，無論使幾多錢咧，我身上面咧，我都唔會動真感情。哦，原來係咁樣啊！跟住佢話咩？而家咧就可以答啦。你係扮下嘢係嘛？你話做做樣子，至少做下樣啊咁樣。跟住佢圓圈就係話你老實。大家覺得以下如何應該要點答啊？應該呢個時候都係讚人誠實好啲係嘛？嚇，圓圈。留意下達哥嘅眼神啊！我想問下佢咧，如果我揀圓圈嘅話，你認為結果係加好感度定扣好感度咧？嗯，啊，即係右側嗰邊嘅。好啊，今次就順佢意啦，我都覺得係誠實。好，你真係老實喎，應該咧有唔少男人認為咧，只要咧喺鋪入邊咧使大錢咧，就可以咧同公關小姐拍拖嘅。你哋係咪都係咁諗咧？是不是啊？不過咧，刻意咧令客人有啲誤會咧，賺呢啲小賺呢啲錢嘅小姐咧，都唔啱嘅。我又唔想做到呢個地步啊！都要提升自己嘅地位。意思啊，我唔需要太過顧慮你啊嘛，咁我就中意嗌咩就飲咩，所以啱啱係啱嘅，知唔知啊？所以點解我哋係咁樣正確？又加好感動啦！我哋就係加爆，我哋嘅目標就係咁樣。送啲禮物嚟好嘛？但我只係得呢啲。哇！全部都有精力嘅飲料嚟喎。你覺得送呢個火花精力飲料咧，阿波多野小姐會唔會開心？如果佢作為一個公關小姐嘅時候，收到客人收到呢啲飲料，會唔會開心嘅咧？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疲れてるのでエナジーを入れたいですね。因為其實咧都好攰啊，而家咁，所以其實飲下都可以嘅。物輕情義重，好即刻送啊！大家好期待啦，究竟係加好感度定扣咧？點啊？好開心啊！哇！最近咧？最近咧想要學一啲嘢喎。哦？點解咁？咁突然啊！見到咧其他小姐嘅情況咧，我覺得咧日頭咧都有嘢做嘅小姐咧，好似好多話題咁樣喎。相比之下咧，我淨係咧試過喺風月場所度做嘢，所以咧
知識啊，都係其他客人話俾我聽嘅，冇辦法咧，傾得好深入同啲客人。人生經歷比較豐富嘅人咧，都會多啲話題啊嘛，係嘛？不過如果為咗傾偈而去啊做嘢咧，應該都會好辛苦嘅喎。係啊係啊，所以咧諗住學啲新嘢啊，不過咧可以按自己嘅步伐嚟走，途中咧亦都唔會咧對任何人造成咩麻煩嘅喎。如果放棄嘅話，原來係咁啊！有冇仔細考慮過啊？已經決定要學啲咩未啊？我呢個就係我最煩惱嘅地方啊！一開始揾咧有好多嘢可以學，有冇啲咩好推薦啊？又嚟問我哋意見啦！格鬥術。我想問一下波多野小姐咧，佢係中意文靜啲嘅活動啊，定係運動類型嗰啲咧？そうですね。料理とダンスは実際やってるんで、格闘技。因為其實跳舞和烹飪其實自己都識都有做的，所以都是選了格鬥術。啱啦，我都識格鬥術噶嘛，我都是黑帶高手嚟嘛，好就解格鬥術。格鬥技點睇啊，波多野小姐？格鬥技？格鬥技？你咪講拳擊或者空手道之類啊？冇錯，最近好流行格鬥技啊，葉問都做緊啊嘛，我諗應該有很多男人都有興趣喎。係咁樣冇錯，但係咧睇電視節目咪得咯，使乜學啊？一般人都係睇電視，但係如果自己學咧，就擁有其他女人傾唔到嘅話題噶咯喎。但如果自己學嘅話，可能會受傷噶喎，咁樣咧就翻唔到工，好似本末倒置啊！哦，原來係咁樣啊！我唔應該咧用男仔嘅角度咧去思考啊！好啦，嗱，達哥。大會就俾你嘅時間啊，傾完咁多先，咁啊睇下波多野小姐有啲咩反應啊！不過達哥，俾啲掌聲啊，達哥先，唉，係啦，咁啊達哥就講咗咁多嘢，咁啊到底波多野小姐整體嚟講，覺得我哋香港嘅男士係點樣咧？有啲咩感覺？嗱，呢個大會問嘅五條問題係第一條，覺得香港啲男仔點啊？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香港の男性は情熱的な方が多くて優しい人が多いと思います。咁整體嚟講，佢都覺得香港嘅男士咧，其實都好温柔，好幫手嘅。好，咁第二條大會想問嘅就係、是、到底波多野小姐最中意邊一類型嘅男仔啦？はい、やっぱり優しくて守ってくれる方がいいです。都希望啲温柔咯，同埋令到佢有温暖感覺嘅男士。好，第三條可能大家最有反應的一條啦。波多野小姐，你覺唔覺得身邊嘅達哥同日本嘅 Kimura Takuya 木村拓哉有啲似咧？到底似定唔似？點解？喂，擺個樣嚟睇下先，嗱，俾個木村樣嚟睇下先。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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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解擺個蔡思貝樣嘅你？ロン毛、昔の木村拓哉さんがロン毛だったロン毛。因為咧好耐之前嘅木村拓哉咧係長頭髮嘅，咁所以佢覺得阿達哥嘅髮型咧係最似嘅。咁啊，既然講開咧就係身體部分啦，咁啊大會第四條問咧就係、是、波多野小姐最中意男性嘅邊一個身體嘅部分咧？好正經問噶咯喎！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女性にはない筋肉を男性は持っているので、重いものを持つ時の腕の筋とか筋肉がすごい魅力的だなって思います。咁佢覺得咧，因為通常一般女性都冇嘅就係男性有嘅肌肉啦，咁佢哋可以攞到重嘢啊咁，所以佢都會覺得係男性肌肉呢一部分佢係最覺得最好嘅。好，咁啊，最後一條問題啦。波多野小姐，請問你覺得你身邊的達哥氹女仔的表現值幾多分啊？61点。佢係覺得佢有61点嘅，61分。合格嘅。點解啊？優即係好處喺邊度啊？壞處喺邊度啊？太似木村啊你！
そうですね。いいところは木村拓哉さんに似ているところ。咁覺得好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個髮型咧，長頭髮似木村拓哉。メリットはあのまだ出会ったばっかりなので、ちょっと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ね。咁其他嘢咧，暫時就唔係好清楚啦，唔好嘅地方。好，由於大哥攞到係61.5分，係啱啱合格嘅，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願望。原本諗住攞100分咧，可以俾3個願望俾你。大哥，而家俾你係對波多野小姐講你心目中任何一樣嘅要求，佢一定會幫你達成嘅。你會講個咩願望？難得可以見到波多野小姐咧，我希望可以同波多野小姐咧 selfie 一張咧，咁啊之後咧就可以擺喺呢個 Sony PlayStation HK 嘅 Facebook 嘅。唔知道可唔可以咧 ？OK。哇 ！selfie 就係人都想噶啦。好啦，而家達哥咧拎出佢隻右手，就係撳下撳下波多野小姐就坐下坐下又埋咗。哇！仲要係面貼面添喎。哇！大家如果想看到呢張合照嘅話，喂一張嘅喎，大佬，中你就可以上 SCEH 嘅 Facebook Sony PlayStation Hong Kong 嘅 Facebook 咧，睇下達哥會揀邊張相擺落去啦。